做错事情的是小明跟我们做父母的，跟我们女儿没有关系。我不想一辈子当被害者家属，李大就自己要想办法把加害者家属的标签给撕掉。就是要退婚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如果大家知道李小明的妹妹在这里上班，宋乔，我就这么自私又懒又爱玩欺善怕恶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别人。 吃药，到底有没有吃药？该吃药是你的任务，不是我。我发福的案子不接了，去海边好不好？对，就是那个星级集团。我们公司卖给李子柒了，我们不会新闻学新作文媒体的好榜样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再追这条。